现在主上头，偏高偏前面的那个地方有刺痛，刺痛，刺痛，我发现那个外星人撒下的那个转基因，非转基因粮食的种子啊，先从山坡沟处先长，然后再从慢慢往山下延伸，为什么？那我不知道啊。 反正是先从上面慢慢长起来，然后往下延伸，它这样的不是说下面先长，而是上面先长，因为它那个有高空啊，发射出一种共振波来，它是这样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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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延伸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啊！这个是催生啊，原来粮食是这样的啊，由天上的催生才长得起来，没有天上的催生，根本不可能长的啊，越来越证明了，我们的人类啊离不开外星人啊，如果谁哪天有本事把外星人消灭掉了，地球马上就毁灭掉了啊，粮食也长不起来啊，原来要靠天上的外星人对粮食进行催生。 才长得起来哦，先催生，那个高处，然后再慢慢往下延伸，所以先长上，先长那个上上啊，再慢慢往上下长啊，原来这么一回事，还这么高深的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